打开蒸笼，香气扑鼻而来。要吃最好吃的万里蟹，老饕都知道，要吃就吃原味，最能吃得出万里蟹的鲜甜。 油炸凡力贝或者是香气逼人的九层塔、沙茶炒蟹一样令人食指大动。这个是圆的话是母蟹，煎的话是公蟹，肉质非常的甜，而且非常的不会软软水水的。螃蟹没什么诀窍，重点是要动作快才会吃得多。 除了品蟹以外，万里蟹也来推福袋。这里三斤只要$5.99，大家都来抢便宜。带他排队抢便宜，因为原价一斤350元的万里蟹，福袋等于买2斤送1斤。带上可爱的螃蟹帽跟三米高的大螃蟹拍照打卡。精打细算的达人还要教您怎么挑蟹。你按下去这边，硬的，不要软的，软的因为比较没有肉。然后像这种比较就没有肉啊，就比较软，就没有肉。对。 按蟹腹饱满厚实，压下去会回弹，代表蟹肉肥美。趁着手感个头大没有用，肉的重量有没有成正比才重要。当然，蟹脚完整有没有异味，新鲜一闻便知。三点蟹花蟹十旬市占全台80%的万里蟹，料理新吃。新北市政府还推捕蟹体验，吃喝玩乐全包，刺激民众上门，要抢秋蟹市场，实益商机。记者文凯成、周宇的SN小组新北市报道。